你们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？其实我们还是算是一个菜鸟啦，我们才发布一张唱片，然后马上就要唱这个琼瑶阿姨的一首这个一个主题曲，很紧张。那那个时候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整个是后来的，没想到这个大家很喜欢，所以这个谢谢这部戏剧，也谢谢这个琼瑶阿姨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大家认识我。作为人生，犹如主题的菜鸟，一盘清淡无忧，总需要加一汤匙的盐，一茶匙的苦涩，以及一锅的热忱。为了就是能盛上一碗幸福，台湾一节名利的故事，5月20号起，完善九点，通过收听到与